下个节目呢，就是让同学们呢洗眼睛的时候了。每一个同学都喜欢看的舞蹈就是肚皮舞，在校园间当中呢，最棒的一个热门舞蹈，不但能带给大家的欢乐，也带给大家能够眼睛亮，所以大家看了一定是真的是眼睛亮哦。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甜心带来这首好看的肚皮舞，我们掌声鼓一下。